大家好，我叫 Jacky， 我今天呢要带着我的新发片到健身房找教练运动哦，我们出发啦！OK， 那我们刚刚运动完之后回来咯，那有上过教练课都知道，上教练课是非常非常非常累的，而且过程中呢流了很多的汗，流汗呢我们的发片呢也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松脱，也没有那种不安心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非常的厉害，因为我们的头发呢每一顶呢都是量身定制开板开模制作出来的，所以呢完全呢非常的服帖，做任何的运动呢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而且呢在过程当中我有跟我的教练分享说，其实我是戴发片，你有发现吗？然后教练听到之后超惊讶，他说什么，你是戴发片吗？然后完全看不出来，真是太猛了。他翻了翻我的头发之后还是完全看不出来。所以我觉得 Domo Hair 是我用过 CP 值最高最赞的产品，赞啦。